黑狗是什么？请问丘吉尔、温斯顿、我的人、唐氏症、台湾巴金森氏症、全盘失症，整个年纪多一次，能不能给他气氛？我一起点气势分，一起失分就是一起了。你们八两酒不喝，你真是喝太诚实了，太真挚了。明星谈诚实，反社会分子跟反社会跟反脆弱，要相信你的武侠。我还最后一餐吃三个便当，我长脆弱，暴饮暴食又狂吃。黑牛没错，黑狗不是一匹狼，我长成的黑狗变得现场。没有狼性，因为我不是白狼。没有狼性，我不来自北方，我来自南洋。每天赶羚羊，打着吊冰箱，只有暗箭难防。所以我写歌对着暗箭床。如果能再次首歌，我将怀念久违洋洋。荒凉的一梦，彷徨又激动，遭遇完忧郁，忧郁完是激动。台北没有星空，我不能轻松。放台北找到地方，地底龙。九四五三三五四九，我的体重差不多，把这三加持久。我就是弱，我就是秀，这样一首有没有事？有。我想当日日春风一手，也想当蛋包满人心口，也想当优良不费洗命狗，辣给肉，画的黑狗。